吃饭，我每次吃饭都跟正常人不一样，是吧？一般正常人要睡觉了我才吃饭，一般正常人上班了我才睡醒。这些，自己煮的面，配上我家这辣条，这是开心农场，西红柿让我煮碎了，鸡蛋，糖心的，糖心鸡蛋怎么做呢？就是。煮七分熟就行，正常的七分熟，半熟不熟的。这鸡蛋是假的，人造的，因为我打开的一瞬间有一份线，白色的，所以它就是假的。这有点菜，我也不会没熟吧？糖心的本来就不熟的，一天能吃能睡的。我以前84斤，现在呢100多斤。昨天买的，没坏吧？这天应该坏不了。还这么多呢。我吃不完呢，吃完坏咋办呢？扔了吧。